西西，我现在在忙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你查严阵。我那天来你家，就发现他鬼鬼祟祟的不对劲，我就自作主张的去查了。对不起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林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自己一个人过得幸福就好了，不要在我面前炫耀。张婷，不要再逃避了，逃避有什么用啊？ 我已经拿到一些线索了，就差抓到人了。打我？我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。严正和我说了，马睿现在也不爱回家，说咱们俩就是个不知足的女人。你有那时间为什么不去查查你在马睿那里在干什么？你不要天天盯着我的伤痕不放。你是你的事情做太邪了吗？虚伪！你们都虚伪。 所有人都说是为了我好，可有谁真的为了我考虑过？你帮助我不就是觉得我可怜吗？我不需要同情，其实你们才是最自私的。你竟然在我伤口上撒盐，你好恶毒！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我劝你不要再掺和别人的因果，因为那结果绝对不会是你想看到的。滚！滚出我家！